天道好轮回，夜恐消银呐。天道好轮回呀、啊，孙瑞。还有一个呢，这是谁啊？我们先介绍一下歌曲吧。来，好的，大家欣赏了精彩的 UNIT 曲啊。Lost， 噩梦轮回 ，Hold me tight， Hold me tight， 结语者。那个无罪无我，那个不是最终回合啊，不是那个 somewhere， 啊是最终回合，最终回合 somewhere， 还有什么？啊？来考你 ，A，unit 曲的名字，最后一首 somewhere， 最终回合无罪无我 ，hold me tight， 结语者，噩梦轮回，噩梦轮回。结语者你很久没上 MCR 了吧？我是零工受命，零威受命啊！但是就你这还大学生呢？来问一下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你们看得开心吗？哎，好，那我们这个 MC 话题我知道啊。来，你问我，你求我。我们自个儿编个 MC 话题吧。MC 话题就是你下半年的愿望。真假？真的，我没骗你，因为我在后面说了一下，完了大 C 说咋的？你把自己当王总了？啊，就是这个 MC 啊。好，如果你是王总，你下半年的心理愿望？首先，黄浦江边那套房先落实掉。人家应该有了吧？啊？什么？王总，孙总，你还没有吗？快有了，快有了！今天我有几个粉丝去入住了。然后呢，下半年呢，我决定再收购一下这个丝袜传媒。我开玩笑，我刚才就是随便开玩笑，然后大 C 就说我说在后台已经开始像王总似的了。你呢，小钱？是小钱吗？钱总，请注意你的称呼。要是我的话呢，我的心愿是养蚊子。对，我要做那个蚊子批发商，你知道吗？就养一堆蚊子，然后就是在那哎摆地摊，哎走过路过，心动不如行动啊，要蚊子吗？买一个吧。买一个回去啊。买。那孔总呢？我下半年的愿望就是嘛。那我的愿望就是所有的那种桥头啊就都归我管，就是桥底下，就是那种桥底下所有的那些干活的人，劳动人民最光荣都归我管。哦，就是我每天收的瓶子必须是最多的。不是，他们收的瓶子都得在你这汇总。哎，我很好奇，一点哎，就是在我们就是各种什么未来的展望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小孔老师饰演那个就是孔总啊、孔总裁啊、霸道总裁这样的角色，怎么到现在你就已经到了桥头的那种地步了？因为他梦想是做垃圾站站长。主要是就是人的、就是、完蛋了，你现在可能这个行业有一点困难了，因为现在有可回收垃圾了。所以我才要当这个总啊。你不用当总啊，你知道现在各大小区都有那种带着标的阿姨们站在那儿就让站着，然后我你不知道这事儿吗？就是那阿姨就站在那儿，完了像然后后来来一个人说你什么垃圾。然后真的然后呢你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扔错了，那阿姨现场指导你这个桶这个颜色需要扔的是这些垃圾，你就要上课上半个小时。哎，我好想做这个活啊。你是想可以啊，我可以每天对所有人说你是什么垃圾这句话吗？可以啊，有这样的好活？对，有。然后你早上5点就得上班，然后带着那个标你就出去吧。很快乐，你从早上5点就可以说人家你是什么垃圾。哇，我一直说到晚上10点。对，一直说到晚上10点。我以为扔错了他会说你不是这个垃圾，你是那个垃圾。不然他会给你上课。那温温呢？温温，我的梦想呀，如果我是温总的话，我就和你们三位续约60年。首先
你们年轻的时候就为我赚钱，老了的时候就陪我打麻将、吃火锅、啃小龙虾，然后就可以了。哎，咱们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这个题目吧，它的意义就是下半年的愿望。结果我们现在说的下半生的愿望，下半生的梦。好的，然后大家就是听到了我们这种稀奇古怪的愿望之后呢，就是笑笑啊，一笑而过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欣赏下一首歌曲了。耶 ，Rista。